组呢，他们有可能会过关。你看，有冠军相，都很高哎、欸，高度好顶哎。你们准备要埋下来了。来计时三十秒，预备，给他们难看。杀吧！一、二、三。十一下，哎，刚才他们说他们练习最好也是九下，所以给你们最好状态也没办法过。厉害啊！这次有剪接过吗？没有。现场还问他们有没有剪接过？本来这么多，两倍以上。你也是爸爸？两高个，还是身高有差？我对我刮目相看，我之前都瞧不起他们，瞧不起老王。我也是刮目相看。来，没关系，他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容易下班，他们要来转下班轮盘，进入我们下班轮盘。好快就进入下班轮盘了，两位。那我不是不能弄上班呢。对，来来 ，Lucky Ball Go， 不是那个节目。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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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还有勾魂啊，勾魂卡了。你们怎样？我们都先回车上再说。恭喜鲶鱼跟丰田下班啦，提前请回游览车。真的要谢谢。到后面就剩你们两个人。说真的，真的吗？对啊。他就啊，不要再怂恿我。好想去，没有这个要买，我跟你讲，到后面不买，你们会被网友骂，是吧？真的，被惨的。要买吗？赵哥？要，一定要买。你们两个赚那么多，不差那一点。而你刚刚买的结果是那样的。哦，那是我贪财，因为贪财我想要赚奖金。你们这不一样，你们是要把人留下来，把人留下来。你这个骗子哦，影片播出去哦，会被那个粉丝骂。真的吗？是哦。OK， 那我们就买吧。对，一定要买。有打五折吗？也很常被骂不差。没有。对啊。还要干嘛？不理你们。先跟他过去抽那个抽卡，会不会？怎么突然好像来到一个直销团队？我突然好想要买东西。必须要买，必须要买。